靠，我们被关在牢房里嘞。他一男一女关在一起是蛮幸福的、啊。八七王，起床了，八七王，八七王，八七王，哦，起来，八七王起来，谁叫我？终于醒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终于醒了会有是跟否啊？那我选否是可以继续睡是不是？否，还是没有？他感觉选是跟否根本就一样、啊，有点担心，恐怕要花很久才能回到父亲身边。我们坐牢了，这里脏死了，没关系，我的肉体是干净的，你就躺在我身上。不知道还有没有回到了50年前的帝国黄金时代啊？就真的是啊，这个啪啪啪反应很迟钝哎、欸。没有点想象力吗？我们就真的穿越回来了，越来越扑朔迷离。瞧，那位给我们的送，哎、欸，最烂的、欸，最好是忘记锁门了、啊。你在想我在想的事情吗？我在想，你在想，可能在想瑟瑟的事情。是，太好了，快走。可以的，虽然没有了剑，但只要不被士兵发现，就不会有问题。暴力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我们是在潜行，是不是？八七王表示点点点。哇，他还骂脏话哎，真他妈啰嗦！越狱是否成功就靠你了。我们现在没有剑，不能攻击。啊！我不能偷他东西。好好，这有囚犯，这有囚犯。不能把他放出来，这囚犯看起来帅帅的。好吧，他可能只是 NPC。他背对着潜行游戏啊，潜行我最强了哦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？哇！靠，他巡逻跑出来。他移动，他移动。我靠！然后躲在箱子后面，躲在箱子后面。他转过去，当年哥的潜龙电影可是第一流的哦。我这样子会隐身，等他，就是这样，拜拜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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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过来不要转过来，这边放着，我这么蠢的啊！这个牢房应该都没办法打开，都没。哎、欸，音乐终于变了，你们还很想睡觉吗？算了，想睡的应该已经睡着了。快快快快快！等等等等等等，拜拜！啊，简单的要死，宝箱宝箱宝箱。等一下，他真的是潜龙谍影哎！他这哈哈哈哈哈！他在表潜龙谍影哎！我真不知道你的脑袋是做什么做的。好吧，你开心你就去做吧，别说我没劝告你。啊！靠！好像被发现，到底要怎么样才不会发现？在这里，好难哦！哎呦，到底这个逻辑到底怎么样？要往下，往下可以耶！靠，往下竟然可以。哎、欸，他吹了口哨，结果我没事哎、欸。
所以一定范围内其实可以硬冲，可以硬冲就对。啊，靠靠靠，不行，还是不行。有钱啊！我想拿钱啊！啊，这个钱应该是诱惑我的啊，让我分心，这可恶！好多钱啊，好想拿啊！你熟悉这地方了吗？有的时候门并不会锁上，这是毫无意义的，没有密码就逃不出去。我们想进行一个绝佳的计划，把整个监狱的地图纹在后背上，可是没有镜子看不见自己背上的地图。这是搞笑的 NPC 吧？潜龙谍影六，潜龙谍影六进化之地。拜，顺利逃脱啊！我承认，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是个好主意。真的没料到那些士兵会那么低能。哎、欸，他又在呛潜龙谍影，连面前经过一只会移动的箱子都不觉得反常。做得好，希望下一层这么简单。还有一层哦，啊，不是过了吗？歌是怎么唱的来着？想起来，罗伯特爵士向西闯，罗伯特爵士称王。这个是暗示。我要等他走过去了，等他走过去。啊、对，我刚刚那个梗是《越狱风云》啊，对，印在背上。他讲的是 Michael 嘛，《越狱风云》里面的那个 Michael。跟他讲，不要吵了。马西人使用是一套非常古老的技术系统，字母 C 代表着100。这是暗示嘛？妈记起来，这可能是带密码的暗示。反正你们会帮我记嘛，我就不用记。我靠，他在越狱耶！哎，太可爱了吧！还有一里路，要是我知道完整的密码，就不用这么费劲。哎，西兰花，所以刚刚是在讲 C， 还有西兰花。这个西不是这个西吧？他们一直提到电影的事情。哇，八七王，这里的气味好闻多了，干净多了。快到出口，我们是一直往上爬就对了。密码是怎么回事？其他囚犯不知道懂不懂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问线索，先出得到。密码的最后一部分可是人尽皆知，人尽皆知。想通过这道门先交出密码。我的孩子喜欢什么蔬菜？谁知道啊？西兰花。爵士向西嘛，猪二图吗？啊，不是猪二图哦，靠北嘞，那是什么？再次，西兰花，四无双对不对？是四无双啊，我算到 CIV， 那总共是 C 是100嘛。104，你选择哪一个命运？我选择哪一个命运？
有这个提示吗？哪一个命运啊 ？What the fuck？ 第七感，二爱二死，一定不是二的嘛哈。好，选个第七感。啊，不是第七感。哎、欸，他说最后题的答案是世人皆知，所以世人皆知是爱的意思了，是吗？世人皆知嘛。欸、还是死亡，世人皆知。啊、不管，我先把前面的回答完，你再看。西兰花，世无双，104。我们的命运，世人皆知的命运是死还是爱啊？好，我们选死看看啊。我密码正确，啊哈！所以我们的命运就是死嘛，好苦。左边应该过不了，啊，右边。啊，来不及！这游戏蛮好玩的，其实。多钱？多钱？多钱？啊，存档，存档。呜，靠靠靠！我靠，那边过不了。叫了啦！是这边吗？往上走，过了。哎哎，靠，没过！快过，快过，快过！妈！靠右，开始打大象，超爽的！拿到古剑啊！因为没一个能打的啊！拿到古剑，那我要下去杀他们。下面应该有宝箱啊！Somebody will get hurt。下面应该可以杀吧？可以回去啊！啊哈，不能回去啊！跟我们人生一样是不能回去。我以为可以回去杀人啊，结果不行。我好难过，不能杀人。我靠，竞技场啊！不会吧？这游戏要这么热血？呼，成功越狱了。好像不是竞技场，只是沙漠。这次是到什么地方？啊，真的是竞技场啊！花园我们第一位挑战者，我们被坑了啊！他们根本就知道我要逃越狱，是不是？来吧，别害羞，上来吧。他是说只要获胜的人就可以从监狱放出来的意思吗？这里是战士跟野兽对战的天堂，大家请安静，让我为你们介绍一下参赛者。正如我所说，在我左边的是一群出生之鼠，他们冲劲十足，潜力无穷。有请我们的点点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我是霸气王。别说真名，免遭麻烦。我要再取一次名字啊！哇，超级马里欧，超级马里欧，超级叮当，固态瓜牛，奇迹人。右驱除者，右驱除者是什么？那我当固态瓜牛，固态瓜牛，点点点，确定。欢迎我们的神奇的、伟大的、独一无二的固态瓜牛。固态瓜牛今天状况良好，是太屌了。固态瓜牛觉得自己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他要把对手打个稀巴烂。哦，他还有一个那个鞠躬的那个动作。对手是谁？我们可以二打一吗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妈妈兽！三只？不是吧？我还是想二打一，叫他四打二、啊。妈妈兽是整个帝国最厉害的驯雄师。感谢 Tom's Kimo， 感谢订阅，感谢新干爹，感谢订阅。对于驯雄可以做到指哪打哪，那么妈妈说，你愿意分享一下你的秘诀吗？我是利用关键词来指挥我的熊发动攻击，还采访起来了。关键词是什么？太屌了！那么关键词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我直视熊的眼睛。
还骂脏话，然后说嗯他娘，然后他们就会攻击了。然后生日快乐，今天生日什么星座？你跟艾玉斯同一天生日，我介绍艾玉斯给你认识。马上骂脏话，烂，还蛮好笑的，点点点，嗯，看来妈妈说是个有故事的男人。这位小姐，我们怀疑你在比赛开始前干预了赛事。根据13B 条例 G 段落，我们正式宣布你被取消资格。完蛋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、啊。固态瓜牛将会独自挑战妈妈兽的熊，打熊应该不会很难吧？战斗不会停。小姐，请回到你的更衣室等待战斗结束。看来这次你要独自上阵，我就不能用那个远程攻击。固态瓜牛还打一个微笑的符号，小心点，那些熊非常凶猛。你就这样下去啊！哇，这场战斗马上开始。呜呼！哎、可以，割的一个高端哦。我可是刚全破秘境探险二的男人哎、欸。哪来的刀物？啊！等，有没有补包？有没有补包？哎、欸，给个补包嘛！不要这样子、啊，给个补包啊，打喽！不行，不能被压到角落。死了 ！Easy 呀、啊！一个能打的、啊，血好像比较多、哦，但还好。固态光牛获得压倒性胜利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啊靠！还有第二场啊！来自马利克森林深处，精通东方武术，身材短小，却拥有小强的生命力，神奇的敏捷的独一无二的松鼠忍者，太可爱了吧！我靠，他看起来如此的，这不是，这很眼熟哎、欸，这四只，这个是忍者龟跟那个松鼠的卡通的合体，是不是？松鼠忍者。超可爱欸，闲话少说，战斗马上开始。来，这是 AOE 的、哦、啊，不，这个是远程的。我靠！我要想办法近身他，跟刚上一关相反。发现之前太依赖我的队友，太依赖啪啪啪了。然后一只，难度会下降哦。有种不要跑！你有种不要跑啊！哦，死了！啊，对，他就在讲忍者龟啊！等，拉打！哎，让我砍一下嘛！靠，刚刚那只是特别迟缓，所以我才砍得到。啊，要死了！不对！不行，这个会不会死了就没有办法、啊？这死了可以重来吗？喷个补包给我，拜托，求你！好，可以继续，再一次！快！所以这关是一定要过的，不能死。我要把它压到墙壁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要把它赶到墙角。其实它血很少，只要赶到墙角就可以。这只到墙角。靠，可是我把它赶到墙角的同时，其他只在打我。两只。我靠，血要没了，喷个补包好吗？打喽。不对，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弱。我是说角色啊，不是本人的技术。送啦！啊，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强。
是不是？固态瓜牛再次碾压对手，哈哈哈！能否悄悄告诉我你的力量来源是什么？啊，我的力量都来自于巨匠啊！半年前我在巨匠上课，半年后我拿到了竞技场的冠军。爱情马姬自己力量是什么？能吃吗？没有巨匠啊，没有巨匠电脑这个选项，也没有三商美邦这个选项。那力量是什么？能吃吗？确定？太屌了！不过你的下一位对手依然不把你放在眼里。在介绍他之前，我有一个重大宣布：皇上将会大驾光临观赏下一场比赛。皇上要来，女汉子们、绅士们，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陛下，那什么罗塞尔皇帝。所以各位确定我们穿越回来？因为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在村庄有一个人聊到，然后呢，有一个人说，如果我可以回到罗塞尔时代，我就可以成为什么勇猛无比的战士。所以我们真的是穿越到50年前。国王后面，后面那个就是把我们抓起来的那个战士啊，那个中校啊，上校，罗塞，这个就是我们开场看到，然后人类获胜的那个雕像，罗塞，这个就是罗塞，我刚刚挡住了。是的，陛下，就是他，达尔金，固态瓜女，没错的话。就是他救走的那位女人，我挡到 ID， 他叫达尔金，他叫达尔金。原来如此，但我交代不要伤害他。基罗教授需要他。基罗教授是不是在他后面那个老头啊？我们追捕他时尽量没有伤害他，但即使虚弱了他，力量依然太强大，我士兵不是对手。找到他，别让我失望上校。是的，陛下。我怎么觉得这个上校的那个头盔很像？以前的那个卡通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收贝那个年代的卡通啊，《圣斗士星矢》啊，他那个头盔很像《圣斗士星矢》的风格、啊。至于你大马格斯，那大马格斯在前线状况如何？一看就觉得是坏人，居马格斯，这个叫居马格斯。我们攻占了，国王正在北方。聚集军啊，我知道，我现在把 Webcam 关掉，你就看他们叫什么名字。正在北方聚集军队，我们计划找出他的营地，然后一鼓作气攻入恶魔之国。如果你们同意让我们不计代价的话，战士马上就能尘埃落定。新武器是不是人造的？基罗教授的新武器。是的，陛下。如果你同意他的攻占，我们敢保证恶魔马上就会被消灭。点点点。我会考虑的，大马格斯，这场战事真是伤脑筋，尽量快速干净的解决它吧。如果上校的报告准确的话，我可以使用更传统的方法。不对啊，罗塞尔，你不是在看比赛的吗？怎么在聊公事啊？如你所愿，陛下，我会通知基罗教授，他的武器就暂且存放在实验室。要是战况恶化，我再做考虑。感觉是一个不人道的。可能是个不人道的战术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要下去看推去直播了。九妹正在开直播，我要去订阅。他有事隐瞒着我，我敢肯定，来自言自语都被听到了。据说大马格斯的巫师们成功抓住一支枪，还自言自语全部讲出来。不过也牺牲了不少巫师。好了，那么继续打下一场啊。他来自北方高原，最强大的男人，最狂野的男人，女汉子们、绅士们，有请！哎呀，我还可以帮他取名字啊！八七王要打谁啊？我来想一下，好难啊！好难啊！八七王要叫什么？八七王的对手。八七王的对手要叫什么名字？好，就叫收贝好了吗？好，很好。
这样我可以痛虐收贝，好爽。怎么会有人打养哥啦？养哥不隔壁棚了吗？打成 SOD， 对不起，我没有在想那个事情哦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成 SOD。可以叫收贝 rush， 他最喜欢在后面加一个 rush。不知道够不够长啊？不够长啊，这就叫收费啊。好了，就叫收费啊。确认，收费恐怖恶魔，还帮你打爆，不要死！收费在这场注定血淋淋的战斗开始前，有什么想说？收费点点点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啊！你就要死在这里啊！你对手太强了，八七王要打死你了啊！我靠！不是吧？我认识的收贝没那么强啊！好，我知道啊，他下有一个僵持时间了，我等他这样空降就好了。弱的要死。没砍到，没砍到。哎呀，没砍到！哇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五滴血，不是吧？哎，手臂有点强。来，西门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刚刚只是故意给收贝一点面子哦。慢慢，我靠！哦，这个 AOE 真的很烦哎。慢慢慢慢，拉打拉。哎呀，没砍到。哎，剑太短了啦！等一下，很强哎、欸！这是王，这是有点难哎、欸。我好怀念，我好怀念啪啪啪哦，有啪啪啪在，我比较好打。快死，快死，快死！他上面是血没弄死的，弄死死，他不叫收费。快死，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 ，nice！ 啊，你也不过如此嘛，你很强。哎呀，被收费称赞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哈哈，被青草虫王称赞，我很钦佩，但不能死在这里。你想跟我一起逃走吗？我知道一条密道可以通往竞技场外，但我独自一人无法逃出城市。你答应吗？我怕也只能答应了吧。我打否应该会死吧。好吧，答应一下。没时间了，快！密道，密道呢？我们就这样走出去哦。也太弱智了吧！啊，就这样走出去了。你们去哪里？哎，对了，而且我们还放声啪啪啪，哎 ，love 啪啪啪表示等等我。点点点，完全没有任何人阻止我们，这根本就不是密道嘛，我们是单纯走出来嘛。